手工的火器呢？手工你最多也是呗。不不不，手包的至少要两只。两只蛮厚了，他不愿意啊。哎呦的，一只是什么概念呢？这你看一下这个的。这个怎么包啊？这个是90寸的吗？这个可能一尺左右了。我们那里做的90寸嘛包。哦，有这么薄的是吧？这么薄不好包的，这我要换，要换啊！一般，还要包，手包的最低1.8寸。这1.8寸。这个没有的，这个是有一尺左右。我们那1尺左右的，这个我知道的，哎，我还做，我有那么多吗？我也做薄的吗？他肯定的啦，这个我们只是说几几。哎呀，你那系统公司的价格，我们的是说的是这样子的。